大家好，我是李凯欣。大家好，我是金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印堂少女三零三的刘心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千哲。元旦到了，祝大家2022年新岁景明，元旦快乐。今天呢是元旦节，所以祝大家元旦节快乐，新的一年要开心哦。祝大家元旦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。祝大家元旦快乐，2022年，让我们一起。爱下去，献给你我的小心心，祝大家2022年元旦快乐。